大跟苏子成应该算你的闺蜜吗？对不对？应该算知己好友、好兄弟。就是你知道那感情线太模糊了，而且那个内容太暧昧了。你说我们的内容吗？我真的我要直接来吗？你有看过他的那个吗？有啊，他的大根吗？看过啊。好朋友说，你们说什么状况？你们说，他看过他的大根哦。大根的大根，因为那一次我们是一群人，然后我们去台中玩，然后大家都喝醉，然后我就很累，因为我不会喝酒，我就无法融入大家，我就在旁边睡觉，然后睡觉我就像旁边好多男生在起哄，来避啦，来避啦什么的，然后我想说到底，没关系，放轻松，到底在比什么？然后就睡眼惺忪这样打开一看，他们全部都没有穿裤子。照理讲，一般正常女生看到男生这样会尖叫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反应超酷。我看到他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大哥，这样很难看，把裤子穿起来。”然后我就继续睡觉，就睡了。大哥这个名字取假的，不是，大哥这个名字是其来有字的，主要是不是就算看了也没感觉啊？他喝醉了吗？他们大家都喝醉了，所以他是喝醉情况之下，然后他有特别叫你看？没有，我是听到他们闹哄哄的很吵，把我吵醒。而且他就睡在旁边，就也不是房间里面哦，就是在旁边，就可能旁边还有谁？除了你还有谁？夏雨欣啊，他们都在给他们看，啊，都很熟啊，都是，而且他们在忙啊，他们在玩手机啦，还在睡觉嘛，啊，男生在旁边露鸡鸡嘛，这样。